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涛哥侃风尘。我们上回书说到第85回，这回该说第86回，后面还剩十几回，我们有机会就给说完了。有朋友留言说，这个昨天就出现一些身体上很大的变化，说不上来了。有些朋友比较身体比较敏感。那我个人的说法，就我们节目做的是蛮有趣的，正好到了昨天，85回讲完之后呢，神仙们都归位了，就剩下鬼了，妖怪兽鬼，这个魔什么这些都没有，没有修行的人，只剩下不同的动物种类，那在人间的祸乱。那结果正好应对的这个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实施，我觉得都是相当对应，我个人觉得相当对应的。等走到这一面的时候呢，很多人身体出状况，就是身体觉得不舒服的，是跟那些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鬼、妖、兽这些东西有关。那这东西要靠人自己，我觉得靠人自己来。因为从故事上这么看起来，其实它也有这个含义。那邪不压正，就是看修行的人自己的道行，其实也不是那么讲，就是自己的人的肉身跟神体那一面，人性是以神性作为基础的，所以人体是以神体为依托的。这我以为是这样的，这因为人的身体是神造的，所以如果与神体更接近的话，其实相对就好一些。相反，我们看到在人的环境中，大家会看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儿都出来了，有当然有些人不一定相信了，有真有假的都会出现的。我只是跟大家提醒，过了五关之后，我们看到很多都是动妖。兽啊，这些乱七八糟的。渑池县五岳归天，渑池，那渑池小县叫野平商，主将英雄却异常，土物神居真仙德，地形妙术更难量。张奎这是张奎非常厉害，二王年少因他死，五岳奇谋为而亡，唯有智多杨都运腾挪先杀老宣堂，他杀了七个，张奎七个人死在他手里了。五岳呢是指这个黄飞虎他们，所以这一战就是渑池这一战，那谁损失巨大，姜子牙损失巨大。但是呢，反过来又说呢，我给只能叫命里注定，啊，我们上回说到，这个姜子牙起兵，直接前往渑池啊，一路上怎见得？叫杀气迷空千里长，旌旗招展日无光，层层铁眸风如雪。对对钢刀刃如霜，人胜登山叫柴虎猛，马过出水叫蟒龙刚，渑池此际交兵日，五岳齐遭剑下亡。五岳都是人来的，与黄飞虎、冲黑虎作为代表人物。我以为从这里他讲的是天意了，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，他们是以死的方式呢来给予了神位啊，来给予神位，是用人的肉身换来了神位。所以如果从那个角度来讲，你就很难说到底是好是不好，在人上就死了，在真正生命定位上啊，未必不是件就不一定是那么麻烦的事情。姜子牙不一日
来到这个渑池，说禀元帅已到渑池县安营，点炮呐喊安营。这个张奎得知周兵已到，忙升帅府，左右两位先行官王佐跟郑春。周兵进了武关，与帝都只有一河之隔，黄河。幸赖物在此，尚可支撑。张奎打点御敌，次日，姜子牙升帐，叫命将出军。突然有报，东伯侯差官下书。子牙拆书观看，看毕问左右：如今东伯侯姜文焕求借救兵，我这里必定发兵才是。黄飞虎，天下诸侯皆仰望我周，岂有坐视不救之理？元帅当得发兵救援，以安天下诸侯之心。子牙传令，谁去游魂关走一遭？金着木着欠身，弟子不才，意愿去取游魂关。领得一支人马，二人去了不表。姜子牙吩咐，谁去渑池县先拿头功？南宫适应声愿往，领令出营督战。张奎闻报，谁出马？王佐愿往，领兵出城。这都是人了，人就这么一来一往了。南宫适大呼：“武关结为周友，值此弹丸之地，为何不早献，以免逐身之祸？”王佐无知匹夫，你等叛逆不道，恶贯满盈，自来送死。纵马舞刀，那南宫适手中刀拍面相还。二三十回合，南宫适手起刀落，把王佐挥于两段，得胜回营。张奎闻报，心下不快。次日又报，周将黄飞虎督战，郑春出马，大战20回合，被黄飞虎一枪刺于马下，剁了首级。张奎又见郑春失利，甚是烦恼。子牙见连日斩他两将，命左右军士一齐攻城，放炮呐喊前来攻城。士兵报与张奎，张奎在后厅闻报，与夫人高兰英商议：如今孤城难守，连舍两将，如何是好？高兰英：哎呀，将军有此道术，况有坐骑可以成功，何惧贼兵也？他有道术，这个，张奎也可以这个地形术的。夫人不知，武关之内多少英雄，俱不能阻挡。一旦至此，天意可知啊！如今主上荒淫如故啊，微臣岂能安于枕席呀？夫妻正在商议，说周兵攻城甚急。张奎既是上马提刀，那夫人压阵，开了城门，一马当先。只见子牙门下众将左右分开，姜元帅慢来。张将军，你可知天意也？速速早降，不失封侯之位，执迷不悟与武关为利。张奎笑道：“说你逆天往上，侥幸至此，今日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”姜子牙笑曰：“天时人事，不问可知，只足下迷而不悟耳。朝歌距此不过数百里，一河之隔，四面八方，天下诸侯云集，去你弹丸之地，投鞭可得，可食。何敢抗误事哉？正所谓大厦将倾，一木安能支撑啊！自取灭亡。”张奎大怒，催开马，手中刀直取子牙。后面叫姬书明、姬书生两位殿下走马大呼：“少冲误将！”好个张奎，使开刀力战二将，叫坚壁抡开好用兵，
空中各自下无情，吹毛利刃先分先后，刺骨尖锋定生死，定死定死生。恶战企图叫林格性，苦争只为史名史篇名。张亏刀法真无比，到处成功定太平。二将战张奎不下，眼一枪降败而走，指望回马枪挑了张奎。不知张奎坐骑甚奇，叫独角乌烟兽。独角乌烟兽啊，脑袋上长了个角。奇快如神。张奎让二将去了三四射之地，三四箭之远，那都跑老远了。他把马上脚一拍，那马一阵乌烟，飞云电翅而来。那姬书明听得后面有人追赶，以为得计，那不曾想张奎一刀背后措手不及，被张奎一刀挥于马下。姬书生见其兄落马，急忙回马，又被张奎顺手一刀斩为两段。金枝玉叶一旦遭殃，子牙大惊，急忙收兵。急忙鸣金收兵。子牙见折了两位殿下，甚是不乐。武王闻之，掩面而哭。张奎连斩二将，心中大喜。子牙闷坐帐上，跟诸将说：“哎呀，料渑池不过一小县，却反伤了两位殿下。”众将齐说：“张奎的马有些不同一般，骑快如风，所以殿下措手不及。”忽报北伯侯崇黑虎至辕门求见，子牙令请来。崇黑虎与文聘、崔英、蒋雄拜见子牙。子牙迎上帐来，君侯兵至孟津几时了？不才自起兵取了陈塘关，人马已至孟津扎营数月矣。今闻元帅大兵至此，特来大营祝贺，愿元帅早会诸侯，共伐吴道。子牙大喜。武成王跟崇黑虎相见，感谢黑虎昔日蒙君侯相助，擒斩了高技能把黄天化给杀了吧。此德尚未图报，时刻不敢有望，铭记武内。子牙吩咐营中置酒款待崇黑虎，生死有数天生定，五月相逢绝渑池。所以没有崇黑虎什么事儿，崇黑虎已经到了这个，那就不用再去，就根本没必要过来。他偏偏过来，他一个人过来，他带了另外哥仨，所以就跟这个黄飞虎就凑齐了。这五岳的神都在了。次日，张奎督战，子牙说：“谁走一遭？”崇黑虎说：“末将今日来至。”理当效劳。文聘、崔英、蒋雄三人同去，子牙大喜，四将出营，领本部人马摆开。崇黑虎催开了金睛兽，举双斧阵前大呼：“张奎天兵至此，何不早降？岂敢逆天，自取灭亡？”张奎认识他：“你这个无义匹夫，杀兄屠魏，天下不仁之贼。”焉敢口出大言，使出手中刀直取。那崇黑虎双斧急驾，文聘大怒，发马摇叉冲将过来。崔英八棱锤似流星，那蒋雄叫抓绒声飞起，一齐上前把张奎困在其中。子牙见帐上见黄飞虎站在边上，说：“黄将军，那崇侯今天会战，你可压惊住他，也不负昔日
崇侯曾为将军郎，叫郎君报仇。黄飞虎领令出营，见四将与张奎大战，自私勿在此压阵，不见我之情分，不如走其成功，何不为美？催开五色神牛，崇君侯勿来也。正是五月逢七杀，大敌天数已定，必竟难逃。五月逢七杀，所以他是这么给凑齐的。本来没有崇黑虎什么事儿，结果崇黑虎来，来了呢，他就出马，出马了呢，这个姜子牙就说：“哎，你看，武成王，你得有点情义，哎，你就这么个事儿就给怼在一起了。”所以我说呢，他就讲的是天意了。我觉得，因为这五个人都是人来的，他们里面没有仙，但是呢，当他们死去，都为了封神，啊，封神，实际他们是上位了。只杀得愁云惨淡，旭日灰尘，征夫马上抖精神，皓带飘扬，千条瑞彩飞，满空飞，剑戟参差，山东白雪叫漫阵舞，崇黑虎双板斧，纷纭上下，文聘托天叉，左右交叉，左右交架，崔英的八棱锤如流星荡浪，蒋雄的五爪抓似荆棘飞扬，黄飞虎长枪如大蟒出血，好个张奎敌五将，如猛虎翻腾，刀架斧劈刀，叮啷响，插营刃，刀架叉。叫铿锵之声，锤打刀，刀架锤不离其身，爪分顶，刀精处全凭心力，枪刺来，刀架刀格架纯是精神，五员将安桥上各施巧妙，只杀得刮地寒风，叫声拉杂，荡起征尘飞盔甲，渑池城下立功爵，数定七月逢七杀啊，五月逢七杀。武将把张奎围在其中，三四十回合不分胜负。崇黑虎暗思：既来立功，何必与他恋战？把坐下金睛兽一兜，跳出圈子，诈败而走，好放神鹰。四将之机，也搏马跟黑虎败走。他不知张奎坐骑奇快如风，五月命该如此。只见张奎等武将去了三二箭之地，把马顶脚一拍，一阵乌烟，即时到了文聘背后，手起刀落，把文聘挥于马下。崇黑虎急于用手去接葫芦，来不及了，被张奎一刀劈为两段。崔英勒马回来时，被张奎使开刀，又战三将。忽然，桃花马走，一名女将用两口日月刀飞出阵来，他太太高兰英助战张奎，这妇人取出了个红葫芦来，祭出了叫49根太阳针，射住了三将的眼睛，观看不明，被张奎连斩三将于马下，可怜武将一阵而亡，有诗为证。他叫七杀，武将东征会渑池，时逢七杀树英旗，其实是应对的。终感画壁叫油滴血，
一胆成灰永不移，千古英风啊，垂太岳，万年祭典崇松师，五方帝位多龙宠，报国孤忠叫史册垂。所以他们那五岳在作为山神来讲，五岳为首嘞。那在山神当中，三山五岳，三山是黄天化，五岳就是他们五个。那黄飞虎呢，就最后成为了五岳之首，就是泰山。而泰山正好压的是十八层地狱，所以才有主管地狱。张奎连诛武将，探马报与子牙，子牙大惊，如何就诛得武将？那压阵官被言张奎的马有些厉害，武将俱措手不及，以致失礼。子牙见折了黄飞虎，甚是伤处，正在寻思，杨戬崔良至辕门口，令来，弟子崔良已进武关。那今愿叫交与都粮印，随军讨伐立功，就不用再运粮了，进了武关不用再运粮了。此时姜会孟经也要你等在中军协助。杨戬立于一旁，听得武成王黄将军已死，杨戬叹曰：黄氏一门忠烈，父子捐躯以为王室，不过留清分于检测也。张奎有何本领？先行为何不去会他？哪吒说，就问，是他是先行官。崇君侯意欲建功，不才才要让他，岂好战略？不意竟遭其害。正言间，左右来报说张奎督战。黄飞镖愿为兄长报仇，子牙许之。那杨戬压阵，黄飞镖出战，见张奎不答话，挺枪直取。大战二三十回合，黄飞镖急于为兄报仇，力量非张奎对手，枪法渐乱，被张奎一刀挥于马下。杨戬见张奎把黄飞镖斩于马下，又见他的马顶上有个角，知道这马有些原因，待物除之。那杨戬纵马摇枪，张奎休走，你是何人？你这匹夫屡屡以邪术坏我误诸将，误特来打你，碎尸万段，以泄众将之恨。三尖刀劈面砍来，张奎手中枪急忙相加，二将齐锋敌手，阵前各逞英豪，翻来覆去起寻常，真似一对虎狼形状，一个会腾挪变化，一个会搅海翻江，刀来刀架双无碍，两个将军一个样。大战三四十回合，那杨戬卖个破绽，被张奎撞个满怀，伸手来抓杨戬的腰带，拎过了安桥。张奎今日擒杨戬，眼见丧了黑烟居。张奎活捉杨戬，进献声帐，将周将推来。张奎大喝：被擒为何不跪？吾之匹夫，我与你为敌国，今日被擒，被擒，有死而已，何必多言？推出去斩首。只见左右将杨戬斩了，持首级号令。张奎方欲坐下，突然管马官来报：骑兵老爷祸事不小。何为祸事？马爷老爷的马好好的掉下了头。张奎听得此言，不觉失色，误成大功，全仗此无言受。今日为何无故掉下了头？再
把他马脑袋给砍下，气得三尸神暴跳七窍那声音。忽报方才被擒的周将又来督斩，杨戬突然顿然醒悟，哎呀，中了此贼奸计了，随即换马提刀出城见杨戬。逆贼，你坏了我的这个龙驹，气杀我也。杨戬笑曰：你仗此马伤了误将，我先杀了你的马，再杀你的驴头。张奎到现在不知道他是谁，不要走，吃我一刀。使出刀来，杨戬急马相见，又被张奎给抓过去了。张奎大怒，看你这回怎么跑。张奎二次擒杨戬，只恐宣堂叫血染衣。进了亭内，忽报后边高兰英夫人高兰英之面前问何故。张奎叹息：夫人呐，我为官多年呐，得许大劳工全仗这个叫乌延寿，今天被杨戬用邪术坏了他，现在又被我给擒来了，如何是好？夫人说：推过来我看。将杨戬推来。高兰英一见，说：我自有办法。将乌鸡黑拳血取来，用尿和尚先穿起他的琵琶骨，把血浇在他头上，用符音镇住，然后斩之，如法炮制。高兰英用符音将血在杨戬头上浇了，手起刀落，手即落在地上，夫妻大喜。方才进得府中，只听得后面丫鬟说：老爷不好啦，老太太在厢房不知哪儿来的这个粪血，把老太太浇了一头，随即掉下头来，简直是令人吓死了。张奎大叫，中了杨戬妖术。杨戬十八变，一物顶一物，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，大家看到都是杨戬的变化。就是杨戬的变化是在三界之内的，七十二变是在三界之内，不在三界之外，所以他就可以能应付这些一切。那以数对数，所以因为他是通的，别人都是一个两个，有他的自己的办法，但杨戬不是，对吧？七十二变是通的嘛，他应对的是这个猴，七十二猴，所以这就这样了。换句话说，妖怪、兽，跟鬼其实不厉害，但是呢，对人而言呢又很凶狠，啊，对人而言很凶狠，但他的境界低，所以这是而杨戬他可以在这，他没有死的，他是首尾相扣的，他的道术是首尾相扣的，所以他就全都仰仗着杨戬了。放声大哭，如老母养育之恩未报，而今为国反将误母丧命，真个痛杀我也。杨戬竟奔中军而来，见子牙被言，先斩了其马，后杀了其母，以祸乱其心，然后再擒张奎不难。姜子牙大喜，都是你不世之功啊。张奎私报母仇，上马提刀，来到周营，点名要这个杨戬。结果呢，姜子牙在中军忽听得张奎督战，这个哪吒说：弟子愿往，来战张奎。张奎若不早降，悔之晚矣。张奎大怒，催开马，手中刃。那哪吒手中枪迎面相架，未及二三回合，哪吒将九龙神火罩祭起，把张奎连马给罩住，用手一拍，九条火龙喷出火来，遍地烧来，
却不知张奎会地形之术跟土行孙一般。张奎见诏落下，知道不好，他先滚下马来，就地走了。哪吒不曾留心，几乎误了大事，只是烧死了一匹马。见子牙说张奎已被烧死，那子牙大喜。张奎实际进了城，对子牙说：“今天跟哪吒接战果然厉害，他用火龙罩罩我，如果没有地形之术，被他烧死了。”高兰英说：“将军今日何不地行他营内，刺杀了武王君臣，不是一计成功，大事已定吗？何必跟他争执？”张奎深悟曰：“夫人之言甚是有理。”只是那杨戬太可恨，暗杀了我母亲，祸乱误心，连日来神思不定啊，几乎忘了。今夜必定成功。张奎打点收拾，暗带利刃进营。那武王鸿福过尧舜，自有高人守大营。所以。这东西呢，在《封神演义》里，他讲述，即使讲的人渣，他都是这么说。意思就是说，他都是以这种人的鸿福啊、天意而定，很多不是他比较弱化人的计谋。在凡是用计的，大多都是反方啊，反方。子牙帐中闻得张奎已死，一曲城池。至晚，发令箭，点士兵，三更造饭，四更、五更登城，一鼓成功。子牙吩咐，这也是天意，恰好是杨任寻外营。二更时分，张奎把身子一扭，径直奔周营而来。将至辕门，恰遇杨任来至前任。不知杨任眼眶里长出两只手，手心里有两个眼。上看天庭，下观地底，中看人间千里，千里眼。他这看了，其实同样也是讲的三界之内的。杨任突见地下有张奎，提了一口刀，径直奔辕门而来。杨任说："地下张奎慢来，有误在此。"张奎一听，大吃一惊。啊，那周营中竟有这等异人，如何是好？我在地下行得快，待吾进中军杀了江上，他就来得迟了。张奎执刀进入，杨任一时着急，将云霞兽一磕，至三层圈子内，忙击云板，大呼有刺客进营。不一时，各营齐起，子牙急忙声张。众将官弓上弦，刀出鞘，两边火把通明。刺客从哪里来？杨任进帐说：“张奎提刀在地下，竟进辕门。弟子固敢击云板报之。”子牙大惊：“昨天哪吒已把张奎烧死，今天为什么又出了个张奎？”杨任说：“此人还在此厅内。”此厅内在听元帅讲话。子牙惊魂未定，旁边杨戬说：“待弟子天明再做道理。”把周营乱了半夜，那张奎情之不能成功，只得回去。那杨任能看见他，但伤不着他，所以这就是有一个空间的问题。地面他能看到地下，但他下不去。大家能明白这种道理，所以很多所谓有特异功能的，都有它的局限性。二郎神知道他在地下，因为洋人看见，但二郎神也不能下到地下去做什么。哎，这个很有趣的，大家要明白，这是上下是有分歧的，不是说可以跨越的。所以三界当中的天地人当中的本身，就包含着这东西，那跨越只有修行才能跨越，或者有这样的东西，啊，有这样的东西，应该是，我以为从理解事情上来讲，
是有帮助的。洋人一直言，洋人一直言，张奎情之不能成功，只得回去了。因为张奎想成功，他得跳到地面上来，他跳到地面上来，那他就得面对人家，所以都是一，你在哪个空间就一定符合哪个空间的，是取代不了的。洋人一只眼看着他从地下，张奎走出了辕门，洋人也跟着出了辕门，一直目送杨奎至城下方回。张奎进城至府中，高兰英问功绩如何啊？张奎只是摇头，厉害厉害，周营中有许多高人，所以五官势如破竹啊，不能阻挡。详细的事情细细跟夫人说了一遍。夫人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即休本王朝歌，请兵携手，不然孤城岂能阻挡周兵？”天明，杨戬至城下，作名叫张奎见我。张奎上马提刀，仇人见仇人，打骂：“好匹夫，你杀了我老婆，你杀了我老妈，不共戴天。”杨戬说：“你这是逆天之贼，若不杀你母亲，你也不知道周云中的厉害。我不杀杨戬，此恨难休。”舞刀直取杨戬，杨戬手中相回，二马相交，双刀并举，未及数合，杨戬记起了哮天犬。张奎见此犬奔来，急忙下马，即时不见。那杨戬观之，哎，甚是感叹：张奎道术真伶俐，赛过周营土行孙。这是一样的。杨戬回营见子牙，今日如何？杨戬把张奎之事说了一遍，好似土行孙。夜来洋人之功莫大呀！子牙大喜，今后指令洋人运任洋人巡都内外，防守营门。张奎进城府见夫人高氏，今日会杨戬。料周营术道术之事甚多，你我夫妻不能守此城，以我之见，不如弃了渑池，回朝歌再做商量，你意下如何？夫人，将军之言差矣，夫妻在此镇守多年，名扬四方，岂可一旦弃城而去？此城非同一般，朝歌屏障，弃此城，黄河之险，与周兵共之，那这个断然不可。明日带我出城出去，自然成功。第二天，高兰英出城，子牙正坐，说：“女将请战，谁可战？”邓婵玉应声：“末将愿往，需要小心。”上马，炮响，大红旗出营，都是这么描述。来者何人？高兰英见是个女将，勿非别人，镇守渑池张将军夫人高兰英，你是谁？都运粮储土将军夫人邓婵玉是也。贱人，他就知道是谁。你父子奉命征讨，如何苟且成婚？今日有何面目回归故土？邓婵玉大怒，舞双刀来取。那高兰英双刀急忙相见，两女将一红一白，顶上金盔，耀日光，叫素发银冠，烈凤凰，黄金锁子连环甲，千叶龙鳞甲更强，星星血染，叫红衲袄，素白征袍，似粉妆，赤金映日红玛瑙，白雪出师叫玉雕娘，向阳红杏枝枝嫩，月下梨花叫露展露香，
四五月硫红似火，四学里叫梅花装粉墙。腰肢婀娜在乔安，体态风流十指长。双刀晃晃如闪电，双刃如风劈面扬。广寒仙子临凡室，月里嫦娥降下方。两员女将天下少，红似银珠，白似霜。大战20回合，拨马就走。高兰英不知有诈，随后赶来，取出五光石，回首一下，正中高兰英面上，打的叫嘴唇青肿，掩面而回。邓婵玉得胜进营见元帅，高兰英打败进城，子牙方上功劳簿，只见左右报来说，土行孙辕门领令，弟子运粮已亡啊，弟子运粮已完，交都粮印，随军征讨。今进武关，军粮由天下诸侯应付，不要你等都粮啊，随军征讨汴梁。进了武关就什么都有了。土行孙下帐见众将，独不见黄将军，忙问哪吒。渑池不过一个小县，反将黄将军、崇君侯等五人一阵而亡。昨天张奎善有地形之术，比你分外惊奇。前日进营行刺，多亏洋人救治，故此阻住武士不能前进。土行孙一听，竟有这种事情。当时巫师传悟此术，可称盖世无双，此有此处，又有一人也，待吾明日会他。进帐问邓婵玉，此事可真？果真不查。土行孙踌躇一夜，第二天见元帅，会张奎、哪吒、杨戬、邓婵玉前去压阵，土行孙许之。张奎出城见一个矮子，你是谁？土行孙。举起手中棍，滚来就打。张奎手中枪，急忙相架，未及数合，哪吒、杨戬齐来助战。那杨戬记起乾坤圈打张奎，张奎看见，滚下马就不见了。土行孙把身子一扭，来追赶张奎。张奎一见大惊，周营中竟有此妙术之人，随即在地下，二人大又复大战。你看，他们在底下能打，所以这就是空间的不同呗。张奎身子大不好转，土行孙身子小好转，在底下看来那空间并没有多少，他身子大转不惯身来。那张奎反不济事，指着败去，土行孙赶了一程赶不上，自行回来。张奎日行1500里，土行孙只有1000里，因此赶不上他。来见子牙说，张奎果然好地形术，此人若是阻住此间，甚为不便。子牙问，昔日你师父不是教你指地，不是啊？你昔日你师父擒你的时候用指地成钢法，今天想制住张奎的话，此法非此法不可，你如何学得此法？土行孙说，元帅休夫，带弟子往夹龙山见悟师，取此符印来，可破得渑池县，以后以逢诸侯。子牙大喜，忙修书给予土行孙。土行孙别了妻子，径直奔夹龙山而来。可怜担心玉佐真明主，首级高悬在渑池。且听下回分解。